这个点了怎么还没来？哎呀，嫂子都准备好了，等你搬家了，快下来吧。嫂子，我还给你带点礼物，来。嫂子这么坑，哎呀，那不可能会喜欢。哎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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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随便吃点吧。豆红，小明，快看，我给你带点啥？哎呀，当下嫂子发财了，我也不能天天送你饭呀。熟喽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好好好。啊，这就是海鲜饭。对呀，你看，海鲜是饭，海鲜饭。那你吃什么？我也吃海鲜饭啊！快吃快吃。有美女，吃你的。马上就可以吃了，嫂子快来了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上次还剩一点。哥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好的好的，辣，多撒点，多撒点。熟了吗？还没熟。哎，这肯定熟了。刚刚烤没熟。这虾特别容易熟，熟了熟了。那你尝尝。我尝。啊，熟了，熟了吗？哎，还真熟了来。炸！豆红，哟，都烤上了！哎，你们俩干嘛去？哎，吃饭！哎哎，什么情况这是？这不浪费粮食吗？嫂子不带吃饭都香。嫂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看你那个样，我回去给你拿个硬菜。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吃香。把虾放过。哎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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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你弄一手。来来来，快尝尝。就这个。嗯。好吃吗？嗯，那我吃这个了。吃饱了，我俩走吧。嫂子，你也早点来。豆红，哟，吃啥了？嫂子，等你半天了。来，嫂子吃面。好。来你。嫂子，我去拿份榨菜，你先吃。小样，跟我斗。小样，还想骗我？也不看看我是谁。啊？嫂，你把鸡腿给我吃了？啊。就你跟我玩，你还嫩了你啊！那你多吃点，我吃虾了。炸！啊啊！草率了。切！还是我们三人感情好，又在一起吃饭了。那是啊，先说好，今天这顿饭我们 AA。啊？那不是。嗨，嫂子，都是一家人，有困难你就说，我们俩帮你。你们俩对我太好了。等等啊，你又不是放在桌上拉灰。小明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嫂子？你真不是个东西。来，嫂子吃一下。嫂子快吃。好吃吗？嗯，就是有点酸。
小明，我说的那家最后一天不能吃了吧？你还不信？嫂子，今天晚上去我们家吃海鲜大餐。那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呢？没事没事，今天晚上早点来。哦吼，我来了。好，来了，坐坐坐。啊，这就是海鲜大餐？哦，对了，还有。嫂子，嫂子，什么？来，嫂子多吃点，嫂子多吃点。嫂子，多吃海鲜对身体好。嫂子，你这里面带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个黄金蟹，也配上你这些海鲜，我就带走了。哎呀，太帅了！哦，吃上了！又来蹭饭，辣不死你！哦吼！啊！小明，不用迎接我，快坐，快坐。唐宇，他咋了？没事，他穿心了。你喝水。哦，哎呀，这么烫啊！烫吗？烫，帮你吹吹。这不烫了。啥？这两人今天都什么情况？莫名其妙。我是洗澡，一个专业蹭吃员。您有新的蹭饭订单，请接单。呀，来活了！哦吼！你好，有人吗？哎呦，来了！啊，是你啊！对呀，坐吧。龙虾、鲍鱼、猪蹄，你吃呀！这，快点给我吃，不然订单超时我投诉你！别，我吃，这个菜还挺硬的。吃吧，那我先吃个龙虾。还有这个龙虾还挺大的。哇，有肥的嘞！吃完了我可以走了吧？还有两个呢，赶紧吃，不然……别！我吃！我吃完了，我先走了，记得给我个五星好评。